说在还是要迷恋着是吧过去的那种发展模式。所以刚才你们讲了下决心停掉啊一些这个矿山啊，这个都是高明之举。这个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十年前嘛，还这里还不太好。平时嘛，家里嘛都是没有年轻人，都是老的，六七十岁的老人嘛，就是家里看看小孩啊，啊，家里嘛做做饭啊。这几年政府也投资了很多钱，把每一个小村，安排，污水处理系统，把外面的垃圾啊，或者把，每一个小村呢，弄得漂亮一点啊，把路也做好一点。Thing, what impressed me is the view. Nature, you know, we're surrounded by trees, by you know, forests. The environment is very good, and then the air is fresh air.这个阿姨了，阿婆是最忙的，都是六七十岁的，都要做阿姨，住房子里住杨家楼啊，民宿啊，都是做阿姨，蛮辛苦嘛，还高兴啊，啊，到这里，哎呦，我们这个年纪啊，啊，还有啊，用得着我们赚钱哦、啊。为什么挂这种国旗嘛？就是我们想，老外来嘛，啊，客人多一些了，要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开民宿了啊。我要看他卖汉安木潮水。卖红糖也是 nice， 卖泥板布，卖富的 delicious 是西柚三 K。